我觉角笑龙收不住的家人们，今年荧屏情侣们的遗愿都好真啊，我不信一个假戏真做都没有，这些画面是问谁看了不心动。停，陈哲远、徐梦洁这对磕死我了好吗，从播完就没出来过，咱就是说亲就亲，亲完笑的这么甜的。哎呀，好恶心啊，好肉麻呀、啊、这些鬼你看，来再抱一下，来吧，走戏就走戏吧，说是动来动去干什么呢，好喜欢这种暗戳戳的小互动。第二对本年度最佳 BSC 陈星旭张婧仪，咱就是说，是真的 B 了吗？但为什么感觉更好磕了呢？尤其他们最近努力营业的样子，恨不得分分钟求复合。第三对何雨李希瑞，姐姐和小奶狗的设定永远刻不腻，尤其是姐姐走戏时直接就亲了上去，哪个弟弟也能不被聊到啊？下期还有三对超甜 CP， 别忘记来看。